我是乌兔，我今天把雾干掉了。2024年3月24日，我们走彰之西路 RSA52-53，从大湖把云禅寺出发，直下禅寺的道路之后，一路走过大湖乡道，这里尽是结满鲜红草莓的农园，然后接环湖自行车道，开始饱受烈日的考验。接着走一段台山线，来到南湖社区稍微驻足一下，最后来到这趟终点核心水头佛宫。很辛苦哎，做这个，度过一段最轻松好走的旅程，欢迎一起来彰之西路 GO！